大家好，我是 Angie， 今天要带你们来看这个 HR Unit。 其实在我的直播，通常我介绍的都是show house， 都是已经化妆了的。今天带你们看没有化妆的双层牌楼，20x70的，有四个房间，四个厕所。 OK，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car park， 这个 car porch 是全地砖的啊，跟我们 HR Unit 一模一样，是全地砖的，然后旁边也是有无扯围墙。OK， 就说到时你们不管你们是租还是买，你们拿到的pattern 就是我现在介绍的一模一样的 pattern。 OK， 来到这边，好，我们也是一个玄关，这边可以放鞋架啦。 OK， 然后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就是空的 HR Unit 咯，到时候你们租的还是买的拿到的就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 mall set 是大片的 mall set， 大片的 mall set， 因为 HR Unit 没有东西，所以有一点回音啦。然后旁边会有一个 storeroom， 小的 storeroom， 然后来到这边，我们可以有看到一个这边可以做干厨房咯。像我们的show house那边，这边中间做一个干厨房，后面就是四厨房，四厨房，然后后面它的 kitchen 全部是 fully extend 去了的， fully extend 去了的，然后厕所也是 fully more set 的，上面也是打到上面去的，就是跟HR Unit 一模一样的全部打到上面去。然后我们带你们去看二楼，楼下一个房间，我们看楼下这个房间，楼下这个客房还是长辈房，也是很大的咯，跟那show house一样是 L shape 的，L shape 的 mall set 全部都是一样，我们show house是没有这个mall set 的，是放那个什么木，那个木的。 OK， 然后我们上去二楼看。 OK， 如果你没有发现到的话，我们的 show unit这个不是白杠的手扶梯哈，这个 HR Unit 是白杠的手扶梯，然后 mall set 也是一样的。总之，到时候你们现在看的，就是拿到这样子一模一样的pattern。OK， 来到楼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厅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show house 因为它是角头间，所以它会有一个落地窗口。可是这个 HR Unit 它是属于中间单位，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窗口，所以呢，这边采光完全不会有问题的。你看我这边HR Unit 我没有开灯还是很亮，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采光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来到我们的主人房你看这个主人房采光也是很好，很亮，很大。你看我的回音越来越大，证明它的空间是很大然后这边有这个balcony 咯，一样有 balcony 的，跟 show house 是一样的 balcony。 好，这样我们就不用多看了这个 balcony。 然后厕所厕所也是跟 show house 一模一样大的那个厕所，主人房的厕所也是蛮大间的，主人房的厕所。然后我们去看那个第二间房跟第三间房，都是一样 size 的，都是一样大小的。第二间房跟第三间房，它的旅站是四方形的，所以你们摆放东西是比较容易咯摆放东西比较容易。你看采光是非常好的，然后厕所也是一样，每一间房间都有独立的厕所，四间房间四个厕所。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间房，楼上的第三间房是跟隔壁的房间是一模一样大小的不会讲一间大一间小间。 OK， 这样我就介绍完了咯。 OK， 有兴趣来看 HR Unit 的好，这样我 HR Unit 就介绍到这边为止。有兴趣来看 HR Unit 的朋友 WhatsApp 我 OK， 打电话给我预约带你们来看屋子。拜拜。